今天也很开心，来到跟大家一起，静坐修行，然后，大家跟乾隆帝一起打坐哦。那我们开始。现在到了我们的光明时间，诚心的邀请各位跟着龙屁的引导一起来静坐修行，轻轻合上双眼，感觉轻松舒服。轻轻合上双眼，就好像我们晚上快要睡着的时候一样，轻松舒服。一开始，先调整我们的坐姿，右脚放在左脚上面，右手放在左手掌上面，右手指食指轻轻碰触左手拇指，自然地放在右脚踝上面，再慢慢将身体的每一部位的肌肉都放松。我们先从头顶、额头、眉毛、眼皮和眉头间的肌肉都放松，不管是脸部、颈部、肩膀、手背、手掌和十只手指头，全部都放松。胸部、腹部、腰部、大腿和小腿，以及到脚趾头。全部都放轻松，尤其是我们的腰部和背部都放松，也把它保持自然停止，觉得呼吸自然平顺就可以了。如果大家坐在地板上不舒服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坐在椅子上，感觉轻松自在舒服，但是小心不要睡着。我们面带着微笑的静坐，感觉很轻松，很自在，也非常满意现在的进度。调整好我们坐姿了之后，现在我们来调心。我们先深呼吸两三次，
深深、深深的呼吸，感觉空气通过我们的肺部，一直到肚子内在内的中央，再慢慢、慢慢吐气出来。当我们吸气的时候，感觉吸进了空气中所有的幸福和快乐。当我们吐气的时候，又好像将身体中所有的忧愁和烦恼都吐了出来。觉得现在是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，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。其他的事都已经不重要了，全部都放下，不论是工作、情人、家庭、功课和一切的一切，全部都放下，让我们的心宁静、宁静、轻松、舒服，保持喜悦、开朗的心情。也透明光亮，我们慢慢体会空空的感觉，试着观想我们自己一个人坐在宽广浩瀚的宇宙中，自然自在。宁静安详，就好像刚刚出生的婴儿，生命中没有一丝丝的烦恼，也没有一丝丝的眷恋，在观想我们的身体中。没有任何器官内脏，好像空心的透明玻璃罐子一样，空空旷旷。现在，星罗的引导我们的心，安定在我们的体内的中心点。也就是肚脐往上提高两只手指高度的地方，应该怎么样引导我们的心？那就好像羽毛从空中慢慢、慢慢地飘下来。羽毛轻轻接触水面上，将羽毛接触水面的感觉，也停留在肚子内的中心点。我们一直维持轻松满意的感觉，大家。要注意心情轻松这个感觉，轻松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，千万不要看轻这个部分，
当我们知道这个定点了之后，我们试着观想冬天的太阳在我们体内的中心点，轻松自在，光亮。但是不刺眼，慢慢观想透明光亮的太阳在我们的柱子中间，感觉很轻松，很舒服，很自在。透明光亮，轻松开朗。也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如果观想不到，也无所谓。觉得自己的心在肚子中间，静静的坐就可以了，也不用担忧，静静定定。轻松快乐，透明光亮，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中装着好多好多的快乐，就快要满出来了一样。宁静，宁静，柔软，轻松快乐。透明光亮，好像我们的身体很轻松、很舒服。当我们胡思乱想、有杂念的时候，也可以默念佛圣号。轻轻的默念，轻柔的声音，好像从肚子中间发出来一样，称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什么然后这样就可以保持正念了，一直默念佛圣号，同时观想透明光亮的太阳，轻松舒服，将我们的心。静止在这个太阳的中央，维持下去。宁静，宁静，柔软，轻松，舒服，透明，光亮。什么？然后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，母亲抱着我们所唱的歌一样，很自然熟悉的旋律，一直到。我们的心静定下来的时候，那时不想默念佛圣号也可以。宁静，宁静，轻松自在，静定在身体中央的中央。宁静，宁静。轻松舒服，透明光亮，
慢慢来，不要心急。如果我们静坐时有任何体验，也不要理会，保持平常心，以冷静、轻松的态度面对。记得，只要做一个好的观众，静静的坐，定定的看。我们也不受任何的影响，只要轻松舒服的静止在身体中央的中央，透明光亮，心静慢慢来，轻松。舒服，轻轻柔柔，羽毛也飘飘，飘落到肚子中间，宁静，宁静，感觉很喜欢这种感觉。好像这样静静的状态，好想维持这样静静的状态，也可以做到永久。太阳透明光亮，我们的心也跟着。透明光亮的太阳，心境也没有一点瑕疵。什么？around？什么？around？什么？around？干净、宁静、轻松、舒服、透明、光亮，就是这样维持它，一直到静坐结束。
สัพเพพุทธาปรปตาปัจเจกานัญจะยังพรังอรหันตานัญจะเตเชนรักขังปันธามิสัพพโสเตอัฏฐสรทาสุขิตาปิรุณหาพุทธศาสนอโรคาสุขิตาโหทสหัสสัพเพหิยาติภิสัพพุทธ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ธัมม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พพสังฆานุภาเวนะสัทธาโสทีภะวันตุเต大家好，那我们又见个面了啊！今天龙毅要分享人际关系的一个妙法，大家有没有看得到呢？看得到吗？看到，好，那很好。那如果大家看得到，龙毅就开始咯，就今天要讲的是，人际关系的一个妙法。在佛教里面有什么样的方法呢？就是四摄法，对，六四摄法就如果是巴利语是梵语的话，就是我们叫桑卡瓦图啊，或者是桑卡瓦图尼这样的说法。它有四种，就是分别为布施、爱语，还有力行、同事。那所谓的布施是什么呢？布施我们可以理解为，通常就是钱嘛，第一次想到是金钱。可是不一定是指金钱，因为就还有其他的，我们可以做布施的一个功德，就是衣服啊、药物啊、教育啊等等。我们可以给其他人的教育、教养，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布施。布施呢，不在数字的一个多寡，而在发心的大小。所谓的数字跟发心是什么呢？数字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钱嘛，数字钱数字多。也不一定是得到功德的善果，不一定是多，因为要看我们的心有没有宁静，有没有真的想要功德。因为在我们世界上，对不对？各式各样的人，各式各样的个性都有，甚至尤其是政治方面的一个那些人，可能是给面子啊，为自己的面子做好事。不一定是真正真心诚意的想做功德，所以要看心。如果心真的想要做功德，就数字虽然很少，可是呢，如果心真的宁静，善果也是很多。可是呢，如果数字很多呢，心又大，就是又宁静又想要功德，当然呢，善果就更多。对，第二个呢，就是爱语。爱语是什么呢？爱就是比较甜的言语嘛，就是话中就不带别人，不带刺，就是话中带刺，不是，就是说很好的言语啊，或者真心真。真讲的事情就是真的事情，不讲不说谎。还有，因为如果布施爱语，如果我们跟别人讲好话，对不对？别人当然是很多人就喜欢嘛。可是有一些人就讲，我比较直接的，我讲的直接，我的个性是直接，讲的比较直接，所以。言语好不好就不用不管那些啊，就是很直接嘛。可是呢，直接也不一定是真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龙屁认为每个人都不想听不好话，
就是想听，只想听好话了。因为如果说好话，心里面也真心诚意的为他人很好，就是才是真正的爱语。这是第二个部分。第三呢？第三就是力行了。力行就是真心为他人服务。还有小沙弥，那个小沙弥呢，就是为他人服务，就是帮助别人嘛。简单来说，就帮助别人。可是呢，要帮助别人的话，我们要从心里面，对不对？心存好念啊，心存好念，才我们的身跟口才落出好的那一部分的那一面，就身做好好事啊。口也说好话啊，等等，说好话的这个部分，例行的这一部分，就是为他人说，为他人做，就是帮助别人的意思呢。最后呢，最后又同事了，中文就是同行共事。可是如果从巴利文来说，就是我们叫 someone。Samana tatama Samana 意思就是为时有始有终的意思，就是不只是一天两天做好事就结束了就不做了这样子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算是同事。而且呢，有始有终有终了之外，还要所有的事情还要做得很妥当。妥当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比较广，对不对？妥当的意思就是，比如说晚辈跟前辈，前辈对晚辈，一定要有慈悲心，恻隐之心嘛，就是有慈悲心，晚辈要对长辈呢，会又要有什么样的心呢？就是要有尊重、尊敬，所以如果彼此有这样的心态。环境所有的气氛，人跟人交往的气氛都是变得很好嘛，从不好就变得很好，已经本来是很好了，就变得更好，所以这个四色法可以运用在很多方面啊，不管是我们，尤其是比较靠近我们嘛，就是大家在生活。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碰到的，所以龙皮才采取这个话题来讲，就是不管是友情啊、爱情啊，或是亲情啊，都是要用到这个四色法，所以让大家来听听看，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收获了，那。今天就是龙屁所讲的小小的一个四色法，大家有没有想问的问题呢？如果有想问，龙屁有没有看到的？抱歉，如果有想问的话，关于今天的主题或者是其他事情，可以留言或者是。文章没有提到，哦，没有换吗？哦，抱歉，抱歉。那好，那应该来不及了。那抱歉大家，那下次希望龙玉可以。好，那今天应该这样，龙玉讲到这边喽。那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，就跟台北法身寺的法师讲可以，他们可以跟龙碧联络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聆听啊，龙碧要祝福大家哦，龙碧愿大家健康长寿，人前爱戴，洪福齐天。财富遍地，全皆平安。
家庭幸福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就会圆满，所愿皆成。佛祖保佑，所有为善的愿望得以实现，远离所有的障碍与疾病，然后实现所有为善的愿望，圆满成就，圆满成就，随喜大家的功德。